已经跟那个萨菲航运了，真的？主要船呢？啊，主要的你看伊的人当，嘿，迄主要的公司家己的，已经公司啊？萨菲啊，哎，啊，伊有迄个马斯基驾驶啊，哦哦哦，被人家并购并掉了，哦，啊，他的那个萨菲的很少会来高雄啊，哎，这种船，他的这间公司。 现在算稀有嘞，哎，介少了对吧？直接看呀。伊经营公司的总部在英国啊，哎，啊，他的那个据点，他好的那个服务据点在南非。南非啊。南非，啊，伊的龟啊无，伊的龟啊拢是沙飞那个连笔字，英文连笔字。 这间公司的船啊，足少看的啊。系啊，顶管阁无在伊个龟啊。